你要去哪里？怎么不吃饭呢？哎，抓到你了！耶，好啦，越跑越快，越跑越快啊！越跑越好，跑很快啊！生气，不吃饭啦、啊？你不吃饭吗？快我早抓了，吃一下饭饭来，有叶叶哦，有叶子哦。啊，你也吃饱啦、啊？有叶子，吃叶子。哎呀，记得啊。阿德吃饱了，我带完录影了来。哦，阿、啊、吃饱了，吃饱了，啊，吃饱了，吃饱了，啊！你看你的手，你看你的手，啊，有连了一大堆的饲料，要去哪里？要去房间里，要回房间。你们三个讲好了要回房间，你们三个讲好了，真讨厌，要回房间睡觉。都知道自己的床在哪里，要去赶快占位置。你也是吗？你看，你看，找自己的床，找自己的位置，排排站好，不是啊，排排站位置站好，然后呢就睡觉了。刚刚泡完澡澡了，舒服哦。哎呦呦呦呦呦呦！哎呦，你们怎么可以推他呢？那不是你的位置吗？怎么可以推他呢？要给他骑上去啊、哦！哎呀，好好玩哦！要不要再一次？要不要再一次把你们推到外面来，然后让你们再一次进去床上？吓死我了！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啊，你看，你看，啊，哈哈哈哈，啊，来了。